自卑这么多年了，终于能挥霍一把。哎，美女。哎，先生。你好。哎，你好，你是来看房子的？你先别问我看什么房子，你先觉得我这个气质、颜值、形象适合什么样的房子？嗯，我看你这个气质适合别墅。别墅你挣得多是不是？哎，你会聊天啊？确实是这样。那什么样的别墅？你跟我说说。嗯，别墅我家六层的。嗯。然后呢，还带单独的花园。多少钱呢？300万。你确定我这个气质、形象啥能搭上这个房别墅吗？确定啊。走，今天就买这别墅。真的呀？啊，真的呀。你确定？确定。嗯。哎，现在开心了吗？我带你办手续去。啊，行。哎，妹妹，你这气质也不错啊。你挺适合跟我一起住那套别墅。曾想也那么